好啊！啊，前面绑着一个女人，她身上的嫁衣看上去像是红纸做的。请问有人在吗？你是陶家的孟烟吧？哎呦，你终于回到村里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请问您是？我是村长啊，你不记得了？你小时候啊，我还抱过你呢。哎，变化不大，你和小时候长得一样。哎，快！啊，不用了，我只是
新娘回来了，快去准备婚宴，把门守住，不要让她跑了。干什么呀？怎么把门锁上了？把门打开！你们这是非法囚禁，我要报警了啊！Thank you.
新娘从这边逃出来了，快抓住她。打电话报过警了，你们现在放开我还来得及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巫贤，纸新娘迎来了。很好很好，粮食将。我听得出你的声音，你是村长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我是大巫贤，是藏尊之口舌。你什么巫师啊，新娘啊，你们有病吧？快把我放开，警察就要到了，我听到警笛声了。臣吉日已到，恭送纸新娘出嫁。良辰吉日已到，恭送纸新娘出